然后神牛的部分呢，它色彩空间可以选是原始跟 Rec 709，但是调到709，它的709呈现的数值。那神牛的部分呢，它的色彩空间可以调原始跟709这两个选项，但是如果调到709，它的709色彩空间结果又更小。